經直接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有291宗，另外成功在網上平台登記的快速測試陽性，而昨日是經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有381宗。在這些個案中有59宗輸入性個案，在學校來說我們就收到106宗陽性情報，就是來自93間學校，包括了84個學生和22個教職員。過去7日就是有32間學校就有2宗或者多過2宗的個案，我們都每一個學校都盡量去看一看的情況，發現大部分個案都是一些散發個案，在一些不同班級，可能都是跟社區那個活躍的個案有關。寶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有3個學生在另外一班是 4B 班的，我們都建議了這一班 4B 班都是一起都是停埋填埋，即係停咗個面授課堂啦。心怡天地幼稚園喺荃灣嗰間嘅，佢有2個老師同埋2個學生咧，就係個案啦。灣仔白普利小學咧就有2個學生同埋1個老師咧，就係5S 班嘅。咁我哋都建議咗呢間呢一班咧，都係停一個禮拜嘅。酒吧群組咧就係shuffle 嗰間咧，仲有新增3個個案啦。咁而家總共就係107個顧客同埋6個職員咧係受影響嘅。